这消息来自新港乡的消息，嘉义县议员候选人黄启和在新港奥运会举办好有意思亲子同乐活动，特别配合世界消高病日，邀请兽医师来宣导二步医药的知识，现场也和小朋友甲家长来吸收着消高病的新知识，充满欢笑声。嘉义县议员候选人黄启和在新港奥运会举行好有意思亲子同乐活动，特别配合世界狂犬病日，邀请兽医来宣导世界消狗病日的两步医药知识。兽医师张一祥表示，若是被染到消狗病的动物了甲伤，发病致死率差不多是将近8%，十分的危险。因此，二步医药的知识就非常重要，要遵循，莫接触野生动物，莫弃养家中宠物，并每年带着厝内的毛小孩出来施打消狗病疫苗，让大小朋友共同阻挡消狗病的传播，保护毛小孩安全，也保护人类的安全。动保的宣导活动。我们为了宣导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，那我们呼吁大家，可以为了爱护动物，保护自己，那记得每年要去带家里的狗狗、猫咪去施打狂犬病疫苗，请记得二步医药原则，不要弃养家里的毛小孩，也不要接触野生动物。第三个就是每年要记得带家里的狗狗、猫咪、毛小孩去打狂犬病疫苗。我呼吁大家，这个狂犬病疫苗是免费的，请大家记得要去施打。黄启和表示，活动初衷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如何预防消狗病，更希望借由亲子课程的形式，唔呐是教条书的说明，而是能让小朋友欢笑快乐，并为中进行学习来认识新知识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新港乡蔡文博德。当县长以来，我打从心里面最高兴的一件事，就是帮我们消防局24台救护车都装上12导程的心电图机。EKG 已经上传医师群组，麻烦请办。有医生说过，当你进入到医院去的时候，如果是心肌梗塞的病人，从他发生到救他回来，最好在90分钟内能够处理完所有的事情。那如果90分钟之内啊，没有帮我把事情处理好，这个病人可能他的命就救不回来了。如果能够节省在救护车上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检查，他可以挽救多少人命？那时候我是备勤，带着12导程心电图机到达现场，我们就小心的将患者搬移到勤务车之后，取得他的同意，然后就做12导程心电图。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很严重的 STEMI 的心电图，那就立刻通知医院先做准备。后续患者也很正常的，就是康复出院这样子。心电图今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翁章梁翁县长募集了社会大众的爱，他们总共捐了那么多的心电图机给我们的消防局。未来在整个嘉义县，一年至少可以多抢救10条人命，干嘛讲华丽的代价？